兄弟们，大家好！目前《王者荣耀》已经上线了多款六元皮肤，那么你知道六元皮肤中哪些是最好看的呢？今天就来给兄弟们盘点一下。首先，最好的六元皮肤就是圆梦系列了，这系列皮肤的特效基本上都是史诗级的，而且还自带独立语音。而目前已经有三款圆梦系列的皮肤，分别是蔡文姬的繁星吟游，这是第一款圆梦系列皮肤。 刚上线的时候，特效就和半生皮肤一样，后来优化成一款史诗皮肤，一下成为蔡文姬性价比最高的一款皮肤了。第二款圆梦皮肤是云中君的倩云弄巧，这款皮肤上线经过了玩家多轮投票，最终以现在的样子上线。云中君的皮肤本来就少，这款皮肤可以算是目前云中君最好看的一款皮肤了。第三款就是嫦娥的巨霜丝，这款皮肤是今年才上线的，特效和如梦令不相上下。 说完圆梦系列，下面说说其他几款好看的六元皮肤。马可波罗的潮玩牛仔，这款皮肤虽然语音采用原皮的，但特效个人觉得比马可另外两款皮肤要好看一点。另外两款皮肤的颜色看起来有点暗淡，潮玩牛仔的效果比较显眼一些。小乔的丁香结，这款皮肤的造型和特效都是很不错的一款六元皮肤，如果能增加一些独立语音的话，那就更满意了。最后就是达摩的拳王。 这款皮肤是最早拥有独立语音的六元皮肤，特效和原皮也是有区别的，只不过这款皮肤已经不能直售返场，对于新玩家来说，只能通过抽奖的方式来获得了。那么还有哪些六元皮肤是大家喜欢的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